我是瑞博，今天是107年9月15号，高雄不新左营站16点30分，主要发射的是31844金融屏东线靠嘉义的1565加上1568。2019无计划2019台湾东会站屏东彩绘那个优化改造8辆2组全车，然后潮州站铁道之旅 Part 3这圆满成功也正式结束了，正在等待它的驶离。那个新左营站有线片看完站很多都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众朋友，各位客非常抱歉，原定16点40分开往屏东的1234之下哈，因为松仁不在路上处理故障，目前有所延误，请按下旅客改搭别班车，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请见谅。各位旅客，非常抱歉，晚点早点四十分，因开用频道的13组资料可以不一换好处理过，将通知无法，请为个人旅客带这一把抓起来，下列对哈，这是一部分，感谢你挽留。再见，拜拜。然后潮州站铁道这里 Part 3正式圆满成功，也正式结束了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各位观看，拜拜。